是的，二姐将会她封麦了，但是她留下来如此多如此多的耐人寻味的好歌，今天我们为各位特选了几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。我们首先介绍我们这几位小将会迷出场。第一位丽缇请出场，雅璇请出场，燕子还有我们的艾蒂。是跟各位深深一鞠躬，是谢谢。接下来我们这四位同学为各位带来都是姜蕙的歌曲，第一首丽缇带给各位抓有没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现场莅临的来宾，我是张丽缇，为您带来姜蕙的抓有没看，谢谢啊。
谢谢。